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ax Honor 大设计。我们见过鸟在天上飞，什么时候一颗蛋也能上天了？其实这是一款鸡蛋造型的无人机，因为造型太奇葩，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目光。而且这颗飞蛋还是国产的，在国内众筹可是创下了1亿元的最高众筹资金记录哦。如今市场上无人机有很多，但造型却大同小异，全都是差不多的样子。而我国真迪公司就脑洞大开，将无人机做成了飞蛋的造型，可谓是无人机界的一股泥石流了。毕竟蛋型几乎是无视气动外形的，能飞起来只能说是力大专飞了，难怪名字会被叫做是 Power Egg。 不过除此之外，蛋型也是有它的优势的。首先，它的螺旋桨都是可折叠设计，只有在启动时才会伸出四只小翅膀，底下还能弹出四条腿做支撑，不用时又紧紧地收回去。蛋型这种均衡紧凑的结构，比外形复杂的传统飞行器更小，不占多少空间，携带也非常方便。而且圆滑封闭的外观也能有效防止磕碰，机体强度也提高了。除了外观独特， Power Egg 配置和功能在消费级无人机中也算是豪华配置了。搭载了 4K 分辨率的全景高清摄像机，有1200万像素，支持三轴防抖，最高续航时间是23分钟，还有独特的易操控功能，配合上它的体感遥控器，即使是从来没有玩过无人机的人，1分钟就能上手。它的售价是7888元，在京东众筹时创下了国内第一个众筹破亿的记录。现在这颗飞弹已经飞到海外了，独特的造型吸引了很多顾客。视频元素来自 Power Vision Global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